帅哥，可以问一下你戴什么表吗？GMT 也看一下。GMT、哦，这个是 Rolex 的这个 GMT Pepsi model， 非常漂亮。可以问一下你是做什么工的吗？我是卖螺丝零件的。卖螺丝零件啊，在哪里啊？在甲东。甲东啊，好，谢谢你啊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小姐，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可以吗？你今天戴什么表啊？戴 Rosefield。Rosefield 啊，可以看一下吗？嗯，可以。哇，这个 fashion watch 很漂亮哎。好，可以问一下你是做什么工的吗？我是做 content creator。Sorry。Content creator。Content creator 就是 for 什么的？就是 for fashion 啊。Fashion 那些东西啊 ，online 的啦。对。好，很开心认识你。好， okay. 谢谢你，拜拜。嗯。帅哥，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今天戴什么表啊？Rolex。Rolex 啊，看一下是什么款。哇，这个是 Submarine， 而且换了这个胶带哦，非常的漂亮。好，可以问一下你做什么工的吗？没有做工。没有做工啊，就做什么，在家量地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小姐，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？你今天戴什么表啊？今天戴 Corum。Corum 啊，看一下可以吗？可以。哇哦，这个是 Corum 的这个 Admiral Cup 对吗？对。非常漂亮，而且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 crown 在这边哦。对。哇，这个很 special 这个。可以问一下你是做什么工的吗？我其实本身也是卖手表的。啊，你卖手表啊？在哪里卖手表？在 Cortina。Cortina 哪一间 Cortina？ 这个 Star Hill。Star Hill 啊 ，OK， 朋友们识咗啦。OK， 好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嗯。小姐，问你一点东西可以吗 ？OK。你今天戴什么表啊？Apple Watch。Apple Watch 啊，可以看一下吗？哇，这个是几多 mm 的？44 mm 嘛，我猜你懂，所以你是做什么工的？学生啊，在哪里读书啊？哪一间学校啊？Taylor 啊，哇，朋友们会啦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， okay. 感谢你 ，OK， 拜拜。Okay. Hey Miss，Can I know what watch you wear on today? What watch do you wear on today? Let me see. Yeah. Oh, this is an Apple Watch. Very nice. Apple. So can I know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? I'm just pretty. Pretty. Alright, thanks. Bye. Miss， 可以问一下你今天戴什么表吗？可以啊，今天戴Titus。看一下Titus哦。哇，这个很精致哎，非常的漂亮哦。好，这样可以问一下你做什么工的吗？我是 HR。HR 在哪里做工啊？我是在Property Developer。Property Developer 在哪里啊？是在UP。UP 在哪里 ？UP 在Menara Mitra Land。Menara Mitra Land 啊，好了，谢谢你啊。感谢你，拜拜。